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，被他给逮到了，敲竹安打，而且有机会上二垒，让外野的中人现在要继续冲二垒。落点位置非常的刁钻的郭富里出现一支长打，我的力量有释放出来，打得很平，左外野跟中外野的中间这 gap 的地方，所以挥棒的力量要够了，也有足够的矫正。好，五十五号苏伟达。 从侧面这样来拍了哈，其实郭富林这个画面可以自己好好的保存，状况挥棒的动作还蛮流畅的。